行政院客委会在全台重点客庄举办抢救客化大作战讲课宣讲活动，24号来到了吉安乡，由花莲客家金曲创作歌手徐世慧带领着客家团队来进行演出。客委会希望运用讲课宣传列车传递讲客家精神的方式，唤起大家对抢救客语的重视。在地团体用客语唱出一首首动人的歌曲，行政院客委会结合了地方政府、客家艺文团体以及民间社团，在全台重点客庄举办抢救客化大作战讲课宣讲的活动。24号下午巡回列车抵达吉安的哈罗公园，并由花莲县客家爱乐协会所承办。花莲客家金曲创作歌手徐世慧带领客家团队进行演出。除了我们希望年轻人之外，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长辈呢，能够多鼓励孩子们，在还有年轻朋友们一起来说客家话。客委会表示，根据研究，台湾客语整体现阶段客语活力低落，即使具备客语能力的人，也可能因为缺乏使用机会或意愿，造成客语使用率不高。所以客委会希望运用讲课宣传列车，唤起大家对于抢救客语的重视跟行动。客家讲客好吗？时时讲客好吗？啥啥讲客好吗？记者刘明胜吉安乡采访报道。